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频道，您所收看的是戴宗仁的新国宝档案。刚才您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是龙山文化的白玉神主文龟。当我看了这件拍品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次的专拍呢是吴志芳先生的旧藏，我都不知道呢这个玉龟一直在台湾这么长的时间。在介绍这件拍品之前呢，我们镜头要先带您进到故宫去。在台北故宫你会看到一个龙山文化的这个龟，这个龟当时的乾隆皇帝非常的重视，只不过呢乾隆那个时候上下方向也搞错了。这件玉人面纹龟被当局指定为国宝，这件玉龟曾经经过测试，确知它就是闪玉，造型是长梯形，有孔及平直的正刃，主要纹饰为浅浮雕，一面雕带戒形宝冠的抽象面纹，另一面雕口吐獠牙的具象面纹，耳垂下各悬挂一个侧面人头，这种纹饰最宽的地方大约是 4.5 公分。玉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从工具武器发展为礼器的重要代表，它的精美做工也呈现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技术。玉龟两面上下两节都在18世纪加刻了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和玺文，不过乾隆当时对这种文物的了解还相当有限，因此文字的方向和原有的花纹相反了，而当时清宫还加配了木作，并且以这个蓝本交办的照办处一再的仿制，这可谓清代盛世玉器的一种美学标准。像此龟具有如此多元文化的印记者只有这一件，独一无二，因此被认为是国宝。我们再回来看看这件拍品，白玉神主文龟玉质细腻，带有光泽，局部受沁，扁体长方形，一端平直专有两圆孔，规整正圆，另一端有两面斜削四刃，在镜底两端两面均是有旋纹以及阴线式云雷纹之间刻画出多圈的旋转形和头上的特殊戒指形装饰为特征的神主纹，一面另在旋纹上以凸线来饰神主纹，整个器体抛光细润，制作精美，形态淳朴自然，没有使用的痕迹，应该是一种礼仪性的用器，呈现了文化其鲜明高超的制玉技术和虔诚的信仰，也表明了玉龟在龙山人心目中的珍贵程度和神圣地位，相当难能可贵。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玉兽面纹龟，而著名的大英博物馆也藏有龙山文化的神主纹龟，形制、技法、工艺和雕刻的纹饰形象风格都和拍品十分类似，这也是这一件玉龟一出现在市场就夺人眼球的原因。化干戈为玉帛，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指的是呢将战争呢转变成和平，而玉帛呢是指的当时古时候呢那么诸侯会盟的时候所带去的一种礼物，那么像是玉器和丝织品。而化干戈为玉帛其实也再度的说明了玉器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它有多么的重要。这句话呢是最早出自于左传，也就是春秋时期，而干跟戈呢其实指的都是兵器，干是一种盾牌，是一个防卫性的武器，而戈不一样，戈呢是一种攻击性的这个武器啊。戈我们知道它有一个长柄，这个长柄可能用木头或竹子所做成的，而前面有一个横刃啊，那么是以钩击为主的一个攻击性的武器。它有可能最早的原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镰刀这么简单的一个武器所变成的啊。但是这一次呢，我在香港嘉德的这个专拍当中，我看到了一件玉戈。这个戈呢，它不是一个武器，简单的说呢，它当时呢是表示这个人是一个权贵，也就是呢这件东西这个人所持有，象征着他有权有势。戈的刃部也就是戈身叫做圆，装入戈柄内的部分叫做内，铜内玉圆戈就是戈被称之为内的部分是青铜所制造，而圆的那一部分是玉所做的。戈在商周时期主要用于作战，但部分的戈还用于各种礼仪活动，
多用于重大的祭典或是军礼的场合，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甚至还有专门作为陪葬而制作的陪葬歌。著名的殷墟妇好墓当中，陪葬歌就有39件，其中还有2件是豫园同内歌，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砍绿松石豫园同内歌和歌园前部分为豫制。很明显的，这都已经不是用于实战，而是一种礼器。同内豫歌常见于商代，春秋战国已不多见了。这件同内白玉圆歌《直圆直内》，原为白玉直，玉质温润，带棕色的磬斑，还有中脊以及边刃同直，有上下栏，饰有兽面纹。这个歌巧妙地结合了玉石和青铜两种不同材质，歌体厚重，制作精美，保存良好，形制罕见。毫无疑问，它是当时贵族阶层标志着主人、军事和社会的地位。相比一般的青铜歌，同内豫园歌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数量极为稀少，级别更为高贵。不仅承载了中国灿烂辉煌的军事历史文化，也成为研究古代战事礼制最重要的实物研究资料。现在在河南省博物馆所收藏的商代同内豫歌，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同内豫歌，在形制、大小和形状上风格都类似。这是一件曾经被许多著录引用和讨论过的西周玉器，这是龙纹正面站立人像，圆脸，浓眉大眼，宽鼻扁嘴，头饰为双龙纹，中间镂空，上端卷起成一个穿孔，下端两龙头之肩部，身着高领衣，领下右侧开短刃，束腰，整体皆以斜切刀法刻成的阴线勾勒轮廓。西周盛行以内细外粗、流畅生动的阴刻双线组成龙纹、凤纹和人纹。龙纹具有橙字眼或椭圆形眼，做翘鼻张口状；凤纹以圆脸、勾喙为特征；人纹则有圆眼、勾鼻、云纹耳。它们时常配合器物的造型来布局，例如在玉璜上面为左右交缠，在丙辛漆的表面上是上下交缠。在玉璧和玉珏上面尝试成环状排列，彼此之间相对的位置虽然不同，但都保持固定的形貌特征。这也显示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应该有一个共通的稿子，让玉工可以变化组装使用。这种依据共同的稿样来制作的现象还反映在人形佩的制作上。西周人形佩有正面和侧面两类，正面人形佩做站立状，人手上方和双耳外侧都有翘鼻张口的龙纹，龙口吐露长舌，又是人的长发，而人的手背也都雕刻成侧面翘鼻的龙纹，并且以椭圆形的眼睛示意他们的存在。而西周的侧面玉人则往往做蹲坐状，造型以头部最写实，具有椭圆形眼睛、钩状鼻以及云纹状的耳，头部后方有一个倒向的龙纹，吐露的舌头也是人耳之下的头发，人体胸腹处雕成一个龙纹，盘桓的龙身有如侧面的背膀，另外在屈蹲的腿部和后臀也常常雕刻龙纹的形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藏的人形玉饰和香港知名藏家关善明所收藏的西周玉镂空夔龙纹饰人，都和拍品的形制相似，因此拍品除了品相一流之外，对于研究西周玉器的风格有极高的参考价值。